酒，一半做一半游。饮着一杯阿人的酒，一樽烧一樽愁。缘分注定难分手，珠泪热热掉目睭。浓浓一杯做一嘴，咱着放手。啊，我的爱，是咱两人一生的所求。啊，咱的心，啊，咱的梦，甘愿为你流，为你守，放手。啊，放手，分手啊，分手，欢喜做，甘愿受。跟我来一招哦！来真的，你别跟你拼啦！有偌济客，偌济紧的啦！你真着急，是安怎啦？哎呦，你莫忙啊多啊！你到半夜希望我较早离开这个所在，我即马决定我要离开啊！敢讲你无欢喜哦？不急啦，啊，迄都暂时的，等代志若较平静吼，啊，你就会当倒转来。你迄份财产，阿伯就甲你顾，袂叫气家己。哎呦，你莫啰嗦啊多啊！急啦，紧的啦，急啦！哦，来，啥？这安尼尔？啊，你哪有够啦？啊，不过你来听啦。啊，紧紧的啊。是啊。啊，一个死囡仔，来看到我，我就紧走啊。啊，你不是爱伊走，伊即马听你的话走，又讲对你唔对啊。对。这个情势，敢讲伊对阿爸？啥嘛？找一新所在啦！我这些，我哪会？啊，一个情丝呀！敢讲伊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出来？惨啊！阿爸，奇怪，阿爸是去对啊？那连附近的人都拢唔知伊的下落，哎，阿婆，你细细念，写念啥？彩云啊，我的心肝头一直安尼感觉怪怪的，敢若未输阿爸，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的？嗯，那阿爸吼，身体用安那一只牛嘞，哪有可能发生啥物代志？
你莫踮遐咧搞操烦啦。也毋过，迄款的感觉哦，敢若袂输白鸡连心的啦。尤其母鸡啊，站的，迄找过阿爸了后，一个死囡仔雄雄兴力乖离开厝内面，我安尼愈想愈奇怪啦。哎，阿婆，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的意思唔就讲，恁阿爸胖健，甲母鸡有关系哦？差不多啦。即摆母鸡啦，这个囡仔讲的话，无人会信任的啦。阿爸无看的哦，一定甲伊有关系啦。恁讲了无唔对，阿爸就是让母鸡啦，这个不孝孙哦，害到倒伫病院。哎，你这死无人哭的，你是搁倒当来塞弄什么是非啊？你。你拄只讲拢真实嘞，啊！咱阿爸即摆人伫什么所在啦？这段，你教囝教啊这尔不好啦，恶劣是大，害阿爸昏迷不醒。你还阁有面子头见阿爸信？这叫清醒，这个剧组，我看到，我绝对家己扛袂住。你即摆讲这拢想慢啊啦，袂赴啊啦。阿婆，你是怕什么安怎？母家来破坏建华幸福，如果侮辱民族的清白，害阿爸倒伫病院，这一项一项的罪名，我绝对要好好啊甲教死啊！你实在真硬面的，恁爸无爱找伊，你煞先来找我啊！哎呦，屁好啊！我早就知影你会来找我报仇啦，这一刀一刀的冤冤枉枉，你若想要报仇，还不如我家己来找你做一摆解决啦。来啦，我即马就徛在这给你抬啊，来啊！哼，哪像你这惊死的人，会主动来找我？你到底有什么阴谋啊？啊，咱的爱，永永远远藏在咱心。即马就徛在这给你抬，来啊！哪像你这惊死的人，会主动来找我？你到底有什么阴谋啊？啊？算你巧啦！你嘛知影，迄个时阵是你家己错手去抬伤你家己，并不是我有心要抬你的。你甲我一定是真好的合作对象的，咱兄弟仔一场，哪会用因为一场误会打破咱的感情呢？但依咱即卖关系哦，无需要阁合作啊啦！你找唔到人啊啦！你上好唔通敬酒唔食，要食白酒哦。啊，无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你莫袂记起来，咱即卖是坐在咧共一条船顶，要死要活，拢爱看你家己啊啦！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哪能听拢无啊？你莫搞变心哦！咱即摆共同的元首人哦，是地金城，莫袂记即你反背。假使你也无想要跟我合作，伊早晚会去找你报仇啦。好啦，我跟你合作啦。你到底有啥物计划？安尼就对啊嘛，我跟你讲啦。你即马是伫咧创啥？哎呦，有话徛起来讲啦。心兰，过去吼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我常常甲你作对。啊，不过你巴肠较宽，我相信你一定袂甲我计较啦吼。你安尼规日甲我要求，无啊？你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心兰。你甲金城的关系这么好，其实算起来，你嘛应算是讲我甲水泉的大嫂同款。你莫伫遮开亲情啦！
我不过是一个开干妈店的查某，我无你这么好命。为什么话徛徛才搁讲啦？心兰，我知影我今仔来这，一定会让你洗面。无论你安怎甲我糟蹋，拢无要紧。我干那求你，叫阮母结好不好？想袂到，你为着你迄个唔正囝，竟然委屈家己来求我。我要安怎甲你斗相共呢？母结，就算安怎让人失望，啊，不过，伊还是我的亲生囝。我袂用目睭金金看金蛇倒转来杀伊，即马干那你有法度苦劝金蛇，叫伊莫甲武吉来下手。彩云啊，是你家己后事管无好势，竟然怪伫别人身上。今仔日我若是答应你，叫金蛇放武吉煞，那恁武吉不但唔知影悔改，颠倒去害较济人，那恁武吉害的人，敢会当原谅我呢？你用走啊！我无可能跟你斗三工。你好啦，恁七个人拢同款，无话无话说。我袂阁求恁啊！金蛇上盖好，莫当着武家一支卡门。啊，若无，我嘛袂当伊煞。心兰，你哪来找我呢？若不是彩云来找我，我阁唔知影你已经回来啊。彩云，你是讲迄个查某过来找你创啥？彩云为着伊宝贝仔囝武吉来求我，希望你莫对武吉下毒手。哼！这个武吉啊，已经无药可救啊！你搁答应来救我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手啊！我就是知影你的个性，所以我才无答应彩云啊！武吉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伊一定爱受到报应的。啊，那呢？你来找我是要从啥？我是为着我家己的代志来找你的。我想要问你，这个无情的人对我，还佮有建华这对母仔囝的代志，敢讲你拢无要关心啊，是无？建华要滴的，是一个平凡，会当予伊瓦靠的老爸，毋是一日到暗。我伫咧行行行行过日子的人，金蛇，咱拢已经有悔啊，是安怎？你袂当安定落来呢？你是过来创啥？人讲囝欠钱哦，老爸都爱还啦。恁母过来欠我的钱，所以我找恁讨啦。这可死囡啦！我甲你讲啦，我已经甲伊断绝爸仔囝关系啊啦。你若要讨什么账哦，你找伊讨啦，跟我一点嘛都无关系啦。哦，那你即摆讲的意思，就是讲恁母过死我，恁拢无要插班？你啊？听好，老大，你莫听阮翁在后边讲，母家的代志伊莫插，啊，搁有我这阿母伫的。阮母家啦，若有啥物所在对不起你，我替伊担啦。好啦，真简单啦，我阿哩赔偿我所有的损失，用你一间厝的房地去买恁囝的一条命。啊，你，
杰啦吼，真无简单才度过这个劫数。我看你房地客真欢喜啦，了钱消灾啦。无你是咧讲啥？亲像一款老话，你若是为了诱惑，只提可以，有一摆就有两摆啦。安尼到尾啊，咱是要哪收线啦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恁只坚持嘛无要紧啦。看恁囝命较重要，还是恁这间厝较重要啦？哈？哎，跳落来，咱有代志，还阁会用好好参详啊。无啥头好参详的啦，家己好好考虑啦，我会阁来啦，哈？这少，我阿爸阿母绝对惊死的啦！将来，本来计划要哪进行？你先免着急啦，先等我阿公这件代志的方式较过咧，才去进行第二步啦。那关于你阿公的代志哦，我用调查过啊，伊即摆变成植物人啊啦，甲世人有啥无共？是，阿公变成植物人。哈哈哈！哈，真是连天公伯拢要跟我斗三公啊！阿公变成植物人，啊，厝内就无人敢跟我作对啊！啊，地界的财产哦，一点的拢是我的啊！哈哈哈！哈，无计啦，你是唔通袂记得呢？恁地界还佫有一个真厉害的角色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大伯啊？我唔对。伊郑金城这人做代志的手段是非常的浓毒，你甲我恐惊不是的对手哦。这，何永伯，啊你哪来这？敢讲？你是无欢迎我来信？啊，无啦！啊，金城讲，讲我安怎？啊，伊讲你变成植物人呢？哼！但我身体这么好，爱我变成植物人，干有这简单的代志？你若无代志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哦，我是专工要来看民玉啊，伊人有伫无？最近发生一挂代志哦，真无简单，甲平静落来。拄仔在睏啊！哦，冰泉啊，你放心啦，达母家迄个囡仔，我一定甲教死啦，予你一个交代。火王伯啊，啊你即马讲这是有路用的哦，啊嘛明个还阮明玉一个清白啦。我即马敢若希望哦，阮明玉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度过这个难关哦，恁就暂时莫来甲搅扰。我知啦，但你今麦心情哦，我会当体会啦。阿无，我来走。奇怪，啊金城不是甲我讲，火王伯也变成植物人，啊但火王伯人就好好，这金城到底是咧变啥物？连转嘛认不出我是金城。你找我是有啥物好消息要甲我讲啊？火王伯啊，人就好好，啊，为什么金城甲我讲火王伯会变成植物人啊？你讲啥？金城无可能替老爸来滚双笑啊！也毋过火王伯啊，阴暗路来找我，你想啦？啊，一个植物人哪有可能去遐找我咧？你讲火王伯有去找你？嘿啊！哪有可能呢？我明明伫个病院看到火王伯的时阵，伊昏迷不醒，搁倒伫个病院啊！冰转啊，敢会是你看唔到人？啊，伊阴暗就明明有来找我，搁有甲我开讲呢。奇怪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武杰啊，
你拄只讲啥？你讲铁虎叫你用咱爹家这间厝的房地价换你的自由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啦。你甲讲啦，叫伊免少想啦。阿爸，不用的啦。你哪里做？明明就是给我的性命放上桥呢。伊铁虎心肝，我好毒的，你知无？兄弟对我不利啦。那是你家己出得来的啦。你嘛免少想讲，恁爸甲你斗相共啦。阿爸，我是恁囝呢，你哪会当对我这无情无义啦？水泉。好啦，你拢免讲啊啦。不急啦，你若真正要治你的性命，你就趁恁大伯唔知你倒来遮的时阵，赶紧离开这间厝啦。这是咱厝的代志。大伯凭什么管我？你这个死囡仔，你真正不知死我的你呢哈？今仔凭讲你害你阿公变成畜生，恁大伯就袂放你耍啦。哈，到你嘛拜托的，我唔是超过要害阿公变成植物人的啊，我就唔相信哦，大伯当甲我安怎啦？不急啦。老金妈，你还搁敢讲大声话是？阿爸，阿爸，你不是已经安怎变植物人是？但我今嘛活该才好好啦，是谁敢讲我是植物人？安怎？是无让你达成愿望啊是？阿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你活了好细好细哦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！你千万唔通乌白想啦！免代表六月挂彩啦，加有心啦！这话吼，若是由你翁仔文嘴里讲出来哦，予人听着是愈听愈错耳啦！不嫁。你是要去倒位？无啦，我是。母个，是安怎你看到我来，就敢惊到安尼？吼，你刚夜倒要甲我抬的时阵，你的气魄是走到倒位去啊？我。阮的心。情只有你尚知，阮的一切你尚了解。对你的情，对你的爱，永远记在我心内。